结婚了，结婚了，终于结婚了，真是让人好开心，让人好高兴。结婚了，结婚了，终于结婚了，终于能和心爱的人永远在一起。结婚了，结婚了，终于结婚了。Go to the yacht to the oo, don't to the go to the runny. Ha. Go to the yacht to the oo, don't to the go to the runny.Don't to the good to the runny. Don't to the young to the boo. Don't to the good to the runny.谁比较可能？你觉得谁比较可能嫁不出去，会孤老终生？三、二、一，嫁不出去，举牌 ，Apple 啊，请选择。啊？为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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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现在就给我收行李，今天就给我搬出去。真的是你，听他讲，听他讲，你看，你看，我觉得，如果是婚姻的话，他可能他可以谈恋爱，但走不了婚姻，走不了婚姻，生活当中太忙了，这么严重，就是他。他很会控制人，然后他就是各种都看不顺眼，很多事情哦，各种。我看他跟他男朋友也是吵到正义魔人，对，正义魔人，然后没有灰色地带的那种。我因为那个牡羊座很可怕，真爱生命。他没有遇到一个可以让他死心塌地的人，因为牡羊座心的爱情世界里面永远是不满足的。我今天跟谁交往，他的缺点全部在他眼中出现。是，那今天如果有一个让他死心塌地，比如像我，怎么了？钟爱自己，远离牡羊啊！所以他钟爱自己，远离牡羊，让他死心塌地这样，是让他死。Apple， 你是一只 Apple， 当年男嫁榜第七名，认为说他也是好嫁，后段班的，应该很快嫁的，结果四年后，没想到你还在这儿，人又回来了，因为他以为我很好嫁啊，但我不知道为什么我都碰不到好的对象，连阿妈都在关心呢，是不是该急了？但我觉得也有可能是因为我个性问题。因为我真的可以很能待在家里，他约不出去，因为他有一阵子单身哦。我没有没有，我也是宅男，我也约不出，还是我们试试。我阿妈会担心啊，对，我就是太宅了，然后宅到我可能没出去就没有办法认识新的男生，然后我的妈妈跟我的阿妈都很担心，因为我算是最大的孙子，就是我是孙女，孙妈疼大孙，孙的北部疼谁疼？对，但是像我的堂弟跟堂妹，去年前年都结婚，都结了，然后我就压力很大，过年回去的时候就会被那个阿妈、被阿婆会问说：“哎，你什么时候要结婚呐？”人家那个堂弟、那个伯元都结婚了，这样，然后就压力很大。看看好朋友他们对他的看法是怎么样，好吧？来来来来。自己是觉得他的标准太高了，每一次遇到新的对象，他永远都是打枪打枪打枪。哪有？有一次啊，我在他家看到一个吃完的饭，那个碗哦，已经放在那边大概三天了吧，他竟然都不洗耶，太可怕了！这种人谁要娶他啊？我姐姐就是一个。我此生目前看到最不爱出门的女生，那她不出门，当然就没有任何的机会去认识到新的男生。她很漂亮，可是她的漂亮是长得有点偏向小三，就是如果是男生，我会觉得不会想要娶她当老婆，想要把她纳为我的小三，多做一些好事啊，或是去庙里走走什么之类，改一下她那个小三的气场。学坏了，萝莉塔才是小三吧？超重的。他讲到小三这件事情，竟然跟我写的这个又如出一辙，不谋。而且跟我要说的有点不谋。真的假的？我都待在家，我没有出去勾引任何人。没有，我真心的觉得 Apple 要嫁不难，但是呢。
两目标要两年，因为我的意思是说，因为我觉得你不适合跟对方交往太久，因为交往太久就会露出破绽。因为你像看她长那么漂亮，对不对？应对进退也那么好，所以她最好速战速决，你知道，半年，哇，蜜月期的时候就赶快嫁掉，然后嫁掉之后，人家发现你不洗碗啊或不出门，那就算是不能退，对，不能，已经不能退了。我觉得她要速战速决，太惨。忙熬当，但是拍幕是一世人。你们要当人老婆呢，你要让人觉得说这个老婆是我伟大不掉、永远的痛吗？我的对不对？那个痛是痛一辈子哦。这个田地不好，我们明年再加油。对啊，啊，这个田地不好，那是故意刮弄海气的呢。哎呦，来，我好的田地。Apple 小姐，其实你是一个天之骄女。教还教我真的好啊！我真的没有想象中这么教，我私底下也还是有很 man 的时候。天之娇女是不错的，但是你有个大的问题，不要说。你在婚姻上面，你有一点偶像包袱。偶包很在你眼中，在你眼中是没有男人的。而且你认为说你这个男的要娶我，第一个，有钱，有钱我要看你有没有才华，外貌好不好？你太挑了，真的，这个道理是不是清清楚楚的？好，你好，那我问你哈，有没有曾经那种很有钱那种富二代什么追过你？有，肯定有，有一些，那长得也还可以的，但是没什么钱的追过你。有，但是就是没有那种长得很帅、很好看、宋仲基，然后他们家又是富士康，哇，这哪有这种人啊？所以没有咯，你原因就是我跟你讲哈，鱼和熊掌它是不可兼得的，这个对，对不对 ？Apple 有一个特点，就是对他来讲。观察期要很长，例如说他跟你暧昧的时间可能有半年都是观察期，我才决定要不要跟你这个人在一起。我现在发现为什么，有可能是因为我在观察别人，就人家也不小心观察我，对，喜欢太久了就过期，你以为是你打的？下次我也要速战速决，速战速决，对，抓起来再说了，你就直接囫囵吞枣了啦。对，就跟那个以前那个康贝特批的广告嘛。上了再说。对。说我是送给他啊，胶，谢谢，好吧，要把这个胶质给去掉啊，来破烂衣请上来了，破烂衣，看有多破烂，破烂衣，你看他们当时真的红翻了耶，对，红翻了，对啊，哎，你一看他这个岁月不饶人，这个一二三木头人到现在十几年了，十三了吧。你们出道那么久、啊，我国中的时候十二，你们出道那么久、啊，他们以前是黑社会妹妹，现在变黑社会阿姨了。原唱这一首歌《一二三木头人》，这首歌其实很红，有问题吗？我觉得问题很大，都是我不好。你的声音太详细了，我们丫头声音就是特别太出来了，是我拖累大家，我应该早点单飞的。好，来，我们今天找人来拯救你们，好不好？肯定是高手。至于他们能用什么样的模式把这个歌唱得更能够走红，那就要看他们了，好吧？来，一起带来这首《一二三木头人》。来一个友情的尖叫声。巨蟹宝说你也喜欢我。